近。这样呢？哇，炙热的爱。哇，我出得起。哇，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帅！这几年在台湾非常的火热哎，大家都好爱看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每个人看真的是脸红心跳。而且我们这一部绝对占领，对我们这一部为什么？因为我本人也有演。哦，哎呀，哇，本人也有介入他们的感情。Oh my god！ 陷得进去吗？陷得了啊！老师，你有演？哎，各位来。天哪！没有冲不破的家庭，只有不努力的小三。等一下，是小三。老师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 BL 剧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校园青春，校园做基础。哎，对，校长，校长，不行，校长，校长进入他们感情就会变迷途。都有，没有。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全系列有四部曲，这是第二部曲。对，那绝对占领呢？其实第一部我们这个已经很受欢迎，是青春校园，没错。但这一部呢，绝对占领是所有腐女最爱的剧情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贴身跟在总经理身边。我资历最浅，真的可以升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吗？总经理有对你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你躲得掉吗？总经理，虽然我是你的员工，但你不能允许于求。你对我做这些，你会喜欢还是好玩？如果只是说错话，为什么要辞职？我就这么让你没有安全感？比我优秀的人多的是，你再找一个不就好了？老师。是你就好。是你，所以谁是攻谁是反啊？谁是受？我们在里面比较没有去分说谁是攻谁是反。你们两个都，应该说我们一起探索。大家要持续的锁定我们每周播出，对不对？每周五播，看哪一天突然出现明川老师，怎么样介入他们的生活，介入他们的感情。明川厉害就在这，一定要认真看。拍戏对他们两个年轻人来讲，可能比较辛苦，尤其是萧红，他是第一次拍戏，就拍到这么重口味的戏，所以我觉得萧红应该她会比较，你知道，会花比较多心思跟要想很多，你要怎么样爱上另一半？对啊，是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表演老师之前有协助我做过这方面的功课，他说我们在感情上的交流是比较倾向，我爱的是他的灵魂，而不是他的肉体。对，所以我喜欢这个人，你要找到他身上某一个优点，就是想着那一点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你想的是哪一点？对啊，你想不用想，他全身都是优点啊。那要请两位小老师。可以，来，我今天你们有没有什么攻略？对，传授一下，就是很霸道，身材好，然后你都有，酷。我先从你这边，应该没有高这个东西吧？应该不会一定要很高吧？你可以站在上面、可能需要一点身高去。你看这样太高了，这样就有一种。就你要一直站在上面。你这个是七爷总裁吧？七爷，好，还有呢，拽，好，然后要有一个攻不破的心，攻不破的心，然后看另外一半。不，你们就一小段为我们示范，待会他们来学习。对，我们在哪个位置？我是你们尽量把权力演出来 ，OK， 权力，爱恨交织，权力，好，权力。好，我会了。还没有。我相信一个节目45分钟，不可能说太长。培养感情，感情感情，啊、你不要急。好了，5、4、3、2 ，Action！ 总经理，请问我可以出去了吗？你跟我在一起，就这么不乐意？我应征的工作是秘书工作，如果你一再要求我做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，那我要另外加价收费。多少钱？我付。哦，那么近？这样呢？哇，炙热的爱。哇，我出得起。哇，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帅！天哪！哎，有人要 Q 回来吗？